趁他不注意偷偷拍个他的照片，然后发个朋友圈，故意装作他不能入境，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娜娜，你先把手拿开一点，我拍个朋友圈。好了，吃吧。你要不重新拍，我走开。没事，我一点都没拍上，没拍到你，不要紧的，吃吧。来，喝一个。喝什么？喝你自己。等一下，娜娜，你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你朋友圈呢？你是不是怕被别人看到？没有啊，就随便发一个嘛，单独发一个。随便发一个，为什么不能有我？不是怕家里人看到吗？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解释啊。那你不用解释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看我发了什么。谁要让你醉啊？